顺德工业有五金与文技两种专业互补的优势，让我们比同业更能贯彻专业成就品质，品质创造客户的行动方针。从产品设计、开模、制造、包装到交货的全方位服务，顺德都深受客户信赖，未来将增加自有品牌与 ODM 的比例，以高成长来布局大陆的内需市场。电子业务方面，我们有冲压、预度和极度等表面处理生产线，可以提供品质稳定、产量高、价格又合理的冲压导线架，更可以提供高角式、高精度、交期快速的蚀刻导线架，大大缩短 IC 产品开发的时程，使客户能掌握产品市场的先机。未来顺德将运用精密模具的核心技术，朝向高附加价值的产品发展，客户满意的笑容就是我们的骄傲。顺德走过了60年岁月，在即将迈向百年企业的未来，我们仍会面临挑战，但是保持着以往累积的经验与诚信原则，每次的挑战都是锻炼我们成为钢铁般坚强的机会。不管整体的经济环境如何在改变，钢铁产业的未来仍不会消失。我们必须思考的是，有没有足够的竞争与创新能力，把大家印象中的黑手工业转型成精致产业。台湾已经走过了代工的年代，未来要创造自己的附加价值，往高质化的方向迈进，才能避开其他相对廉价产品的竞争。同心协力，我们一定办得到。顺德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企业，就像一家人一样，大家互相关心支持，一起打拼，让顺德从家庭工厂要升为国际级的大型企业。我在2012年退休了，现在比退休前还忙，除了继续协助公司处理有关生产技术的改善专案，将精密的技术的经验持续扎根与传承。我也热爱摄影，让人可以看到大自然的生生不息。结合顺德公益慈善基金会及彰化县生命协会的资源，让我有机会投入各种爱心公益的活动，让社会上的弱势族群能有更多的关怀与照顾。顺德照顾员工就像对待亲人一样，如果人生再重来一次，我还想在顺德服务，当顺德的员工。